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无才说》。我是 JK， 好久没见了啊、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广州有一个鞋展，有别的八点嘛，他八点。那你几点出门啊？我七点多出门。我七点出门，七点半到我们这儿。我早上八九点钟，也是八点钟起来吧，然后赶过来，然后这边。好像我现在远看感觉就是不是很大，但是人好像还蛮多的。给你逛一下。有没有漂亮的小姐姐？应该有吧，应该有吧。我没仔细看，我太直男了，我们去过去看一下。141cosplay 的点点，点点应该现在算比较红吧？我觉得不红啊，不红。新人，新人。我其实接触这个是从大学开始，然后正儿八经全职是。其实你已经毕业了。毕业两年了，然后正儿八经是从去年开始全职做这个展。不是好玩，就是从初中开始吧，就一直穿球鞋，然后以前对那种球鞋没有什么概念，大概初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球鞋，然后。毕业之后就做了老师。比较吃香，女生在定制这行比较吃香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只有一个女生玩，知道的。在找你改鞋要排多久啊？档期？我没有排多久，我脾气不是特别好。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想找小姐姐定制球鞋的话，就这个微信是吧？我们来家暴她好不好？我们是DNA Bank Customs 的，然后我们才刚刚接触定制有半年时间，然后这些是我们这半年以来设计的作品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就改鞋，现在改鞋的人蛮多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啊，创意当然很重要了，当然那个技术是基础了，就是你的美术功底也还挺重要的啊。所以这帮人虽然只做了四个月，但是我觉得他们以后肯定会做得很棒，因为他们的创意和美术的功底，我觉得。Hello， 我见到吴才了，很开心。下次希望有机会跟你可以一起见到他。身边这位呢，就是我有一次发过微博，就是说我没戴墨镜，然后这哥们儿没认出来我，然后今天戴了之后认出来了。对，然后呢，今天我有带三份给观众的礼物吧？对，然后在我书包里，所以你就是第一个，好不好？今天如果认出来我的观众呢，首三个人是可以。啊，每人一件 T， 然后如果有观众穿佛系玩鞋的 T 来到现场让我碰到的话，我会送他一双熊猫的鞋子。玩的大不大？等我看一下。哎，你的码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。OK， 会有三位观众会收到我那个佛系玩鞋的 T， 所以身边这位就是第二个观众了。等我一下。让你们俩可以。我可以要个 A 码给他穿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对对，辛苦摄像啊！我们可以一起穿，我们可以一起穿。辛苦摄像，这个是刺绣的，这个更比以前升级了，2.0。那么前面两件已经送出去了，那最后一件就给我身边的这位女观众。好开心！昨天刚加了购物车，然后我还没有买。真？对，我真刚加了购物车。对吗？对。然后刚好是最后一件最小码，就送给你了，谢谢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麻烦你了啊。
身边这位大哥，这次活动的主理人。对，从12年开始到现在，然后去年开始到深圳做。有没有想过去出省啊？要一般组织这样一个活动，你要提前多久开始筹备啊？我试过最快一次做 Flying 鞋展，大概是用了3周的时间。哇，这么快？对，因为我们在广州的资源很丰富啊，然后所有的商家跟我们都是说，怎么说呢，一呼百应。就我们说我们要在哪里搞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为大家，对，然后来的人他们也可以得到宣传，然后可以互相交流 OK， 然后也可以卖东西。现场的气氛你还满意吗？一会儿更炸是吗？等着，现在只是刚开始，刚开始一会儿更炸 OK OK， 期待一下。明天还有是吗？对，明天的 rapper 更厉害是吗？所以今天来不了的，刚看到视频的，明天赶紧过来好不好？I know you won't let me down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 until break of dawn. Baby, it's the two of us. I know you won't let me down. Oh, I know you won't let me down. 舞台真人比视频上帅多了，兄弟们。帅法呀，就是帅的被人砍吧。这位，大家好，就是帮我做那个 Crystal 那个。Yeah, Mr. Y, hello。一年不见更帅了，现在都不开展了，人家啊。没有。啊，我身边这位，我们俩简直，我跟你说，至少20年的交情，未来。这次来已经来了3年了，所以就是为了这个，怎么说？为了这个情怀来的。因为我之前就是特别的，仰慕 AJ Club， 然后后来没想到就是成为了好朋友啊什么。你觉得广州的气氛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不一样？广州气氛是最好的，其实。对，因为是这样，有一个事儿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就能看得出来，广州气氛是最好的。咱们之前也是 Flying 6或者是5的时候，每次都会有邀请一些球鞋的老炮，比如说Kenny 哥，比如说 Carter 他们上台，然后去讲一些老鞋的故事，对吧？下边就会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在下边，就是很认真的去听。大家每个人都去做自己，做自己有想法、有态度的定制。这个东西原创，我觉得不要跟风，是指对跟谁的风 ？Supreme LV， 好多。比如说这个定制师做这个东西了，然后火了，或者国外的这个东西二次元火了，然后大家就一顿跟风，对吧 ？Supreme LV 火了，就一顿都做那个东西。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可以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那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你就是需要你把这个生命延续下去。有的人拿这个当工作，就是要养家糊口，就是要赚钱吃饭，对吧？所以我做那些，对吧？就是赚钱比较快的，要做一个有理想、有梦想的人嘛，这样活着才有意思。